上周六5月27号晚上8点，潮属艺术团总监马欣老师的夫人高敏在东区 Hallwick UX Bridge 剧场开琵琶专场音乐会《琵琶语》，新西兰潮属艺术团也登台助演。UX Bridge 是个历史悠久的小剧场，常邀请澳新爵士摇滚著名的乐队开音乐会，这是该剧场第一次主动联系并承办华人艺术家的演出，让本地艺术界对中国艺术家的价值有了更好的认识。在本次音乐会上，艺术家们将中西方的艺术相结合，为大家奉献了一场艺术盛宴。